现身永康车站，大批支持者立刻上前团团包围，簇拥着他。支持者高喊动算声不绝于耳，韩国瑜从车站门口到月台不过十多公尺的距离，走了五分多钟，一上车小小车厢也被身穿国旗装的支持者挤得水泄不通。韩国瑜合体洪秀柱搭上3:24从永康出发的火车前往宝安站，韩国瑜台南请听之旅来到永康考察小小的车站如何靠着车票文创行销翻身成为热门的观光景点。当然也希望我们中华民国能够永保安康，台湾人民能够永保安康，取这个吉祥的意思。而在火车上，韩国瑜也亲切地和民众挥手，对于要求合照或签名更是来者不拒。谢谢市长总统，谢谢。火车行驶了大约20分钟，总算抵达宝安站。韩国瑜一下车，同样也早早就有大批支持者在月台等候。韩国瑜携带高人气，期盼能够翻转深绿选区。记者张宇轩、李文昌综合报道。